有人了却没人的地方吗？你不会过那个桥吗？走走走走走，那你会？你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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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看火烈鸟要撞了！啊啊啊、应该不会，你放心吧，这个船速很慢的。这个船速。为什么人家还穿了安全的衣服，我们没有呢？因为。因为我们安全。现场还叫他送了荧光棒，他们还要拿脚踩，我们是电动的。我也不想掉到河里，我掉到河里就完蛋了。不然呢？还假的开船呀？哎呦，我开的这是我们自己买的游艇。对，这是我们自己刚刚花巨资买的海豚号游艇，就是有点慢。不是，刚刚那是那个叔叔他会开船，你要是遇到两个会开船的，绝对撞了。我觉得都看不清楚弹幕，因为有点那个晒。你看我们的游艇还有桌子可以，真的假的？吃饭。我们刚刚应该买点零食上来。你看前面，你看前面有撞吗？我们下面有这种衣服，不会撞，但是我们没有穿。哦，对。还可以坐船头，你想坐船头吗？好吧，没有船头的位置。对呀、啊，自己开船、啊。自己开送的巧克力。刚刚小朋友差点把我们撞，但是他爸爸在上面给他操作。我跟你们说了，真的在开，你们不信我。怎么能有人不信我在开船呢？哪有鸭子？你觉得我们这速度能追到鸭子吗？鸭子都比我们跑得快。可以。而且我送的玫瑰花。他开船呀，但是只要转就好了。对。我带你们上船扬帆起航，你们开不开心？我带你们逛花园，逛我的御花园。我们去前面那个桥，我觉得把握一个那个什么，驾照没有驾照，一个方向，他直接让他自己开过去就可以了。没有在原地，我们在往前开。你那个地方越来越近了。这个，你刚刚还有小朋友开船的，刚刚还有两几个就是那种幼儿园的小朋友在开船。对呀。怎么回事？我现在缺一个墨镜。怎么歪歪溜溜的？我现在缺一个墨镜，就是在我。就是啊，对豪宅那种，那种很豪气的。来一杯，开一个香槟。我是宝宝船长。这个方向盘真的有用，我真的，不然我调整这个。晚上好。在干嘛？就是他每次调整你，他就会一直往那个地方偏，你就再回来。小丑鱼，好，等他自己往上前开吧。好，前面有一个海豚，跟我们一样。带你们逛我的花园。哎，撞了！谢谢金丝鸡在这里。不开船，你干嘛？撞了，撞了！你看到了什么？我没看到什么，我感觉要撞了。啊、等一下。他不会鸣笛。小情侣不好好开船，差点就跟我们撞了。咦？碰碰船吗？去玩碰碰船。千万级游艇，我这就是千万级游艇。科目二过了。我们今天天气超。我已经过了科目五了。谢谢最美的巧克力，等我们去开着游艇去找黄鱼。地方好漂亮，它在哪儿呢？你告诉他，你告诉他这是我们新买的游艇。哎，怎么又倒了？你好烦呀，你要撞人家、哎。我都害怕那个洞你过不去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就撞了。哎，他老。好了，你就这样左手边的楼盘，这个吗？一档前进什么意思？先想着玩这个的，就这个吗？送的荧光棒。地方好漂亮哦，看到好多好漂亮的花，我还买了四串手链，前面来了就是那个干花手链。谢谢西刀送的荧光棒。你看你几辈子能开到那边？它的干花这个乱跑，你要不然让我开，你来开吧。你根本就你的心思都不在开车。我要去后面。我有点害怕。别害怕，我先到后面去，我到后面开车，我真的害怕。这个位置上，哎，坐一下。哎呀，别害怕，我有点摇。哦，哎，我往右边转，左边转。拿走，你不把你衣服拿走。等一下，我哪敢？哎呀，他不听话呀！你往左边转，算了，要不我来吧，我觉得。啊！你害怕，你来吧。哈哈哈！你坐好，你坐好，你坐好，我来了。我们船怎么在转圈呀？我也不知道，那为什么？哎，前面有个船要撞了。果然还是得靠我。不是，因为你去后面了，这个船不平稳了。我来吧。撞了，不会撞的，你放心吧。就算我们要撞别人，别人也不会让我们撞到的。我可喜欢在，就是有时候玩放假去那种电玩城玩那种开车的。我只能坐船了。虽然每次都是最后一名，但是我很熟练。要给我们报警吗？我们快掉河里了。我是船长。叫我升旗船长。哦，我换小心的。他刚刚跑后面去，这个船就不那个啥了，就不平稳。我是老船长了。
你上课开的静音，你可以静音看我划船。哎呀哎呀，我们本来想住那个小鸭子，还有个火焰鸟，火焰鸟很漂亮。那最远方有个火焰鸟，这风景好好哦，就是人太多，拍照不知道好不好。我过几天想过来这里拍照。你小心被旁边的船给撞了。不会的，他们连方向盘都没有。那脚踏船，我们应该买脚踏船，两个人一起脚踏。脚踏船，你踏的越快，开的它速度就越快。我知道后面这个船都不动了。早知道我们等会要不换成脚踏船吧。嗯，一去烟台，我不会游泳。我们要去过那个桥。桥在前面，你们没有看到那个桥吗？撞了，不会撞的，你放心吧，他们脚踏船很灵活。哎，那个桥就在前面那个桥，樱花已经开了。你们看那个桥，你越坐河里的那个是，我是在河里看到了鸭子。撞了。不会的。越来越近了，你们知道吗？我真的很熟练，一回生二回熟。虽然我只来了这么一回，说明我开船有天赋。我跟你们讲，我买了四个干花手链。真的是游艇哎，人家这个船上面写的。我到时候我要送给前辈一条。打意外电话。那要是真的有意外，那都掉下去了怎么打？不会的，哎呦，前面怎么这么多人在横着开过来呀？证明他们会不会开船？我感觉完了。没有，对，撞了，应该撞了，其实也不至于。可以开到山上吗？你说在水里的船怎么开到山上？我不会游泳，我越来越近了，真的。还撞上去呢？我跑得比游撞什么撞？撞不了。我早上买脚踏船。我会啊。你不屁？我真的会游泳。会个屁！我真的会。不相信？我证明给你。不，我们夏天我们去游泳池，我证明给你看。撞了！前面来，我给他开船。小丑鱼撞了。我们是小海豚，比他们厉害。这是小丑鱼。哎呦呦呦呦！这感觉是，人家连动都不动，你都要撞上去了吗？真是无语了。我在往这边看。哎呀，小鸭子！小鸭子，看鸭子！快撞它！鸭子比我们跑得还快，你知道吗？没关系，我们船多，有风没地方走。这不会是拉拉和七七吧？这两只公鸭子，他们竟然两个公鸭子在一起。我刚刚看到的都是一个公的，一个母的在一起。他们两个竟然，他们肯定是公鸭子在一起。不能撞拉拉。他们两个公鸭子，你们都还知道拉拉和七七长什么样吗？现在人看那个火焰鸟，我好像都喜欢了。我现在开船，我非常熟悉，我熟悉下路线。前面过来，我要带他逛，我给他开船。啊？怎么回事？你们都在考驾照了，哇！鸭子飞得好近，这不是碰碰船，我们要过桥，这不挺近的，我们过哪个桥？过中间的桥。大的吧，你小的撞了。这一个母鸭子，刚刚有两只公鸭子在一起，在这控制的。哎，现在母鸭子落单了，不能是两只单身鸭吗？但是鸭子像动物，它哪会就是公的跟公的在一起？我下来然后我不开这个船，研究表明我开脚踏船。公鸭子，我怎么感觉是鸭子？我在往右打方向，在右边开一点，然后再往左开一点。它这个方向控制不住，因为你往右，它就一直往右，它不能直着开，你得左右来回那个。它得左右。这个人也不会开车，这个人不会开，这个人不会。这个救命！救命！好了，没有撞。我一直在单手开船。好了，我们要过桥了。单身鸭，我怎么感觉是个宝宝？我怎么感觉有种不祥的预感？救命！这真的是个宝宝船长，给大家看。宝宝船长，这个是有三岁吗？我感觉要撞山。救命！哎呀，这边好晒啊！在干嘛？这个方向在给你们开。这边好晒呀、啊！对，这边好晒啊！我们往那边走吧，那边左边，你看左边没有人。去没有人的地方。哦，眼睛都刺痛，这边眼睛都刺痛。开船。
感觉要撞上了，我怎么感觉真的要撞上了？这是，别，撞了！哎呀，咋回事呢？救命！咋回事呢？不要慌！我们三个要撞了！哎呀，我无语了啊！等一下，我来挽救。啊！你拯救个屁呀！你拯救！等一下，慢，后退，到船。我们想往那边走啊！我们怎么撞墙了？等一下，我到，他怎么不到呢？真是无语了。这个到的话没法打方向。你小心后面又要撞了。哇！哎呦呦呦呦！换一下，换前进。前进，你得开，他怎么不动了？等一下，然后再停，等他先过，然后我们再进。你半天连动都没动，明明是人家在倒退，好不好？我刚刚真的在倒退，是我在倒退。人家的船机，哇，我好聪明啊！我已经巧妙的化解了这次危机。滚！别人在动，我好厉害，我好厉害。真的，我很巧妙的化解了这次危机。我真的，我刚非常聪明。我先一个倒退，倒退到那儿，再按一个停止。就一个倒退，一个暂停。别人明明都是别人在动。屁！然后我再等他过头了，我再往前的。我们还是去没有人的地方。这个海豚圈子。我没叫，我没叫。你看呀，路边这么多人，哪个漂亮？我没叫，楠姐胆子比较小。在阳台放，我是一个瓜，我是一个，我要保护天底下所有的女孩子。楼盘的那，我真的没有。谢谢阿金送的玫瑰花。一个小时100块。怎么可能？我估计我们玩不了一个小时就回去。先看这个阿姨拍照，这阿姨拍照姿势不好。两个人，我保护全家所有的女孩子，怼在一起。对呀，死亡带带着贝雷帽，前面有条鱼，小草鱼。隔离楼啊，船。这地方很漂亮。我们开哪去？我们过去吧，这边好热呀，这边晒得很。又要过一次洞，那走吧。你不过洞，你桥你船也没办法还呀。我没，我很快乐，所以我才要笑。好晒，晒死我了。别晒了，别晒。那边就好晒。对。哎，逛一圈也没啥意思。对，这是一个很大的湖，看好多漂亮风景。你要作诗一首，你来做吧，你做。这个船花了我8位数，你们信吗？浦东，我买这个船，好巨资。白桥上面这已经是没有人，多人。白桥下面很多船，喂。白桥上面很多人，你看到了吧？还有是不是真的好多人？白桥下面。我在船，谁说的？我这是我买下来的船，不是租的船。我开船，白桥上面很多人。多赚几千，我开船。好无语。哎，下面两句你们来做。我觉得我已经非常熟练了。那、这个地方离我们中心太远了，说实话。不对，白桥下面我开船。我们今天还堵车，我在车上睡了好几觉，做了好几个梦。执行，我知道是执行。你想体验后退的感觉吗？我带你。你们只有海浪。你想体验后退的感觉吗？这船还能停，就是拿自己自由的飘。自由的飘就撞死吧。现在就是停，然后还可以后退。后退。他怎么不后退呀、啊？算了，我们还是开吧。那你开船会不会很快呀、啊？你们的游艇会不会很快、啊？我们这个游艇太慢了。谢谢我的送的玫瑰花。别撞呀！别撞呀！看火焰鸟，晃过来晃过去的都不害怕。就是，前面又有船撞了。对，我们在开船。不能。竟然在这个海里面也可以钓鱼吗？我下次我要做这个鸟，这个鸟才好看。海边怕是不能钓鱼。我现在肯定先学着做绵米粉，其实我还是会的。虽然之前，但是因为我们买了那个素食的绵米粉。就是我们也经常煮着吃，再怎么也得看会了吧。海里游泳，汽艇最快。就可大了哦！不要质疑我买的船。顺，撞了。顺利过桥，我真的想玩那个脚踏的。你看这个脚踏的多好玩。撞了！
对啊，这其实我给你们讲了，这个全湖的这些船都是我的。别害怕，这小问题不大，说实话问题不大。这边，说实话问题不大，怕什么？你们都是女司机，我受不了了。不要有偏见。往左，你看啊，左右夹击，左右夹击，停，倒退。我停了。哎，真的不用着急，我觉得这就是小事情，对我来说都是小事情。问题不大，真的问题不大。你看旁边大家叫的啥样？我真觉得问题不大。在这里撞了，因为我觉得就算我掉下去，我也会。好可怕呀！哎，他怎么又开过来了？他怎么又往这边？不要过来！好可怕！因为我觉得真的掉下去了，我也死不了。说实话，兰姐害怕我，她肯定不会跑开。不会把我撞进火里去。我真的很快乐，我觉得撞着人生的快乐呀。我很淡定。哇！突然太阳要出来了。人好多，今天是周末。那我手机没了，那我这才是我最伤心的。往前行驶。不伤心，你手机掉下去，刚好重新买一个。没钱。好了，我停了，我们等下自由飘吧。来，大家观赏一下。累了。我把这个按了停，就是它不开了，我等它自己在这船上。我开不了。飘荡。立马报了一个悠悠知道。对呀、啊，我这个非常高级，是自动档的。我马上，我本来就准备去报游泳班了，我不会游泳，我要去报游泳班了。我现在在。我可以教你。不是一条不会游泳的双鱼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拿掉了，我退出去。啊，还可以通到前景。你要去那边开那边去看樱花吗？走，我们开船开回怡红街。看樱花，我们就开到怡红街。这个河可以开回怡红街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他们说的。我不信，那肯定是有那种男的，他怎么可能让你把船给开走呢？没掉呢，我真的会游泳。我小学时候是可以让你开走，因为我们交押金了，这船也就值那么多钱了。啊，不行，还是得押金回来，因为我这就是小学的时候去学那个游泳，那个老师还夸我特别有天赋，还问我要不要去那个游泳校队。看我在这个，但是我妈没让我去。我没有啊，因为我真的不信我。我跟你们说，年纪很早，对，也不是校队，就是反正就是很厉害的一个队，让我要不要进去培养。我是老里面什么做人？你真为什么不信我？我说的是真的。不会碰的，就算碰到了也掉不了。没有人信，相信我。你们是真的信还是真的？你们要真的信的话，就不会说信呀，也不会说，你们就只会说哇，你好厉害呀，真的假的？你们是应该是这样子的反应。人做大棒你们现在已经、哎啊、这风有风能背过去吗？我们去环城吗？我们去那个儿童乐园玩吗？好吧，我们可以够一个小时了吗？不知道，我觉得没有。我们再开一个。我谢谢你们，好厉害！我们去把樱花看了再走吧。可以啊。我谢谢。白秀开始慢慢喜欢我了，他一直都很喜欢我。我不好说。游泳健将。因为没有了，你们别夸了，别夸了，你们在喊假。剩下。会游那个，直角那个。你走吧。它上面是人的那个海滩。我想就从海面上。我衣服都掉了。面上飘了很多，就是。应该是那种漂浮的那种什么东西。让我把它抓起来。谢谢，是99，我一个梦。哎，我真梦。这还差不多。我即使想，我倒没有拿手好货，我什么都可能去尝试，但没有金的那种。哎，好大的风啊！鞋带没有，没有图啊，我没拍照啊。这是我新买的。看，给你看这个小鱼，我们去找这个小鱼。买回来白想去，但是我穿上之后，我觉得还挺好看的。因为我很厉害，我经常开船，所以就小丑不是小丑。你要去摸它吗？这鱼好性感呀，嘴巴好大呀。我没开船，我是坐船，我是观光旅游的。走，我们去，你还看花吗？啊，还看花吗？
可以啊，带他们去，带你们去，带你们去看那边的樱花。六六在拍照呢，我们俩自己在玩的，拍完了去找他。这个人开了个坦克，还想打我。哇，这个好好玩，我们应该租这个，这是坦克。跟你说，他们还有枪。哎，这个能喷水，你看。哦，应该是警报，他们撞到了，是一个警报。啊，撞到了就喷水呀、啊？没有哈，经过就会喷水、哦。我们来看看这个会不会喷水。我跟你说，哥哥，啊，这个是也不会喷到我们身上吧？啊，等一下，停，倒退。我觉得，所以我只想怕那个水洒到我身上，我觉得回去就衣服没法换。啊！他又在洒，吓死了！我们有帐篷，万一他从那旁边滋过来。嗯，好的，谢谢你。下午好呀。你们给你们开花，要离近点吗？哦，好多人拍照，不被我们拍进去了吗？此时此刻，我先给你们唱一首歌。这个是我的游艇，我的豪华游艇。没有月，也没有，我没有穿救生衣，就是一直在地上放着。我相信我不会掉下去。我觉得是不聚焦，真的仿生，什么意思呀？我妆啥也没化，我头很多天没洗了，很油，然后整个人也很拉，全黑眼圈，也没戴美瞳。我就是现在，我不能让粉丝见到我的样子，现在就是一副不能让粉丝见到我的样子，真的，这个比奥森的花好看多了。上次去奥森拍的，哦，岸上的美女，船上的不是美女吗？哇，好漂亮，好漂亮！下课了，下课了，还有柳树，真好看。你看，哎，啊、哎，我去，你干嘛撞？你给人家撞到那个石头上了。撞到岸上，回去吗？走吧。岸边在哪？在这儿。我们直接开到那边岸边吗？是岸在那儿，那边那不。那儿不也是吗？那我们要在这边退钱呀、你要再绕一圈走回去吗？现在怎么没有人游泳了？冬天不会的，四月他会开起更多的花。两个小鸭子，去去那儿看看小鸭子。哪有小鸭子？不，你我过去就跑了，你信不信？没不一定哦。哦，这是一只公鸭和一只母鸭。对，你看人家正常的鸭子都是公鸭和母鸭，只有刚刚不正常的两只公鸭子在一对。你看人家正常的都是小一个小小前面有一只小母鸭，后面追一只小公鸭。看鸭子。正常的鸭子都是一对儿，不正常的鸭子都是两个。它不会因为我们改变航向。两个绿鸭，哎，我们去把那公鸭在追那个母鸭子，我们把它给拆散了。我们把、那个、拆散了，我不要让那个公鸭子追上这个母鸭子。它不会啊！不要撞小鸭子，我要停止。你撞那个公鸭子，你撞那个公鸭子，我怕把它们给撞死。不撞不死的，它会跑。你看船，你要阻止它。我们把船开到他们两个中间。我觉得我们赶不上他们，我们俩太慢了。把他们两个拆散。小鸭子，这是拉拉和七七吗？哦不，有一个肯定是拉拉，另外一个我给你取个名字吧，你就叫波波吧。两个分开。这是波波和拉拉。我暴打小鸭。我不喜欢。波波和拉拉。我不喜欢就是成双成对，我把。你好啊，小波，你好，拉拉。你小心看着，别撞了。后退。我先停。后退。他后退要一段时间的。后退啊，真的，他要自己后退呢，他不会要这样后退吧？别，鸭子要撞我们船上了！哎，他撞我们船上了！我前看的，往前开，往前。哦，小鸭拉拉，波波再见，我祝你们幸福。哎呀，我们撞了！我祝你们幸福。你好，小鸭。我祝你们幸福，你们好呀，拉拉，波波。拉拉波波再见。这俩鸭子分不开了。拉拉波波还听到我同说话。他俩可能已经在一起了。没有面包，我们根本没有买。但我知道鸭子。拉拉和波波。鸭子吃可以吃面包。鸭子吃馒头。那米糕带过来吧。会鸭语吗？我会鸭。
下有缘再见，拉拉伯伯，那边对吧？很安全，很安全。我们要回去了，我们的观光返航，返航。哎呀，眼睛都晒死了。佳子都有男朋友，七七你为什么没有呢？我为什么要有？我又不是鸭子。旁边是南极。哦，困了都，在这上面晒的都想睡觉了。你还想滋这个水吗？好呀，你滋一下。算了，它应该不开不进。走吧走吧走。开一个小时100块。七七不是鸭子，七七不需要。但是人多比较划算，你有四个人的话，就每个人就25块钱。让全北方人过来划船。明天有公演。谢谢这样送的，棒棒。撞了！我真的想买这个脚踏船，你们看，累死了。就是会很累，但是可以很快。但是它那个脚踏船好像没有方向哎。真的假的？嗯，他们直动。有没有？没有。啊，那他们这怎么回去？不知道。哦，是不是？哦，只动右边的脚踏，它就可以往右转。就是动左边的人，左边的人踩就可以往左转。碰车。我们这经常碰到碰碰船啊，这是哇！前面这个我好想开这个坦克船呀，还有枪，好好玩哦。那个狗应该是假的，我这个我哈喽换船吗？哦，为什么这个火焰鸟能开得这么快呀？我不会游泳，但是我过一段时间我去报个游泳班，等我下个月裤子。真的不是这边玩的你看，你是傻的吗？我们从那边过来的，是吗？路痴，真的好用啊！可以来这里泛舟。那边樱花好粉，好好看。碰船，好吧，你们看不见。我觉得我的海豚虽然是蓝色的，但是我觉得它有点拉。我觉得它是这里面所有船最蓝的，这看不出来是动物。那小丑鱼和火焰鸟都，还有那个坦克都看得出来。那就是另外的价格。这晒太阳把人能晒着了，我们这个算是最便宜的价格，还不如我直播呢。火焰鸟船没了，素的，他为什么船是这样子的？岁月静好的产品，你也来泛舟湖上。我们这上面我是04年的，在船上面看到很多情侣。不，我这真的很辣呀、你也很辣，别照我，你照到我了？没有，像个透明。这个流浪汉，别照啊！小流浪汉，跟你讲，真的别照吧。照到了吗？我还好，我洗头了。你照到了吗，蒙丹妮？我一点点。你的背。现在好了吗？印象城。我下次我肯定化妆。今天是没有时间，太累了。少女偶像出门都是不梳头的。不行，我真的得戴墨镜了。我近视眼镜。他们那个上面还有音乐，他们自己放的吗？190可以，我可以唱呀。Viva la, 就我们两个人。到几点？晚上下船，然后去那个。我们小偶像不一样，但是见大家一定就是全套带齐的。西三环，就是洗个头啊、对，护肤。今天黄奕化妆。我们自己出来头都不梳的，反正我头都不梳，我反正头都不梳，然后随便有衣服有啥穿啥直接出来，就是鞋子看到什么穿什么，都不带搭配的。我们俩不拍照，好像琪姐姐没有成年，小担心。一会儿碰到粉丝怎么办？那我觉得也不至于，不至于。粉丝都会离我们远远的。我说我继续找孩子。我觉得机场已经挺尊重的了，说实话。我没有呀，我几天没洗都不告诉你。宝宝拉了，打扮拉了的，开着拉了，穿啥呀？你怎么这么多拉了？喂，别撞了！别！差点翻了，我不会的，不会翻的。都是小情侣的。小事情。你们真水。我觉得粉丝不会认出我，他们可能都不会，都不会抬头看的那种。翠微百货离我不远，等会儿看他拍完了我们再去。哎呀，大众，你们想到水里去吗？下午好呀。你们说 iPhone 12防水吗？我来还船。
下，呵呵。开一会儿就累了。我手机不防水。喂喂，别撞！哎呦，他们往那边，等等我往那边。看都是小情侣，不好好开船，能撞。这。好闺蜜也可以一起开，一起坐船。你才是拉拉呢。到哪儿啊？我们到哪儿去啊？那不有人吗？穿的红色马甲的还给他就好了。拿了个叉嘛，都是叉船。坐不。哎呀，怎么这么多船要上去啊？那我们找哪个呀？那不那个阿姨吗？咋吧，不找那个阿姨。哈哈，你们这些。很喜欢看热闹的。哎，那怎么走了？我来回想起来，就真的好像那种红色的游艇一样。你好。啊。哇，你看我们还没上船呢，就有人想上我们船。好，我们走，不让他上。哎，我电源。我关了。谢谢大力送的，这是一个巧克力，谢谢你，你人真好。下船了，下船了。走了，走了。我的外套没拿，等一下。能下吗？我拿下我的外套。我都不怕，等一下我拿下我的外面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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